湯家驊議員。主席，香港是中國土壤上唯一每年都紀念六四的地方，我們立法會亦都每年都就六四是進行辯論。所謂辯論其實都是單方面發言的，因為建制派呢是從來都不會說出他們的感受。主席，今年已經是我第八年在立法會就六四辯論發言，我試過激憤難平，亦都試過耿耿難語，但是今日是感到無限的無奈，有一種不願意接受命運但仍然需要接受命運的預感。建制派的同事跟我說，他說你向前看啦，不要只是流離在24年前的事情。主席，我是向前看，我看到的就是24年的教訓是從來沒有人領悟到。我看到的是明年的7月1日可能類近六四的事件是會在香港出現，我們未必會見到解放軍揸著坦克車衝入中環見人就殺，但是大規模的鎮壓恐怕都難以避免。為什麼我們中國人永遠都走上這條這樣的路呢？我曾經嘗試問自己，為什麼會有六四這件事呢？其實歷史的事實大家都可以唸得出，但背後的意義是什麼呢？主席，我只是記得六四始於學生和工人悼念胡耀邦，本來是一個和平的表達，但4月26日《人民日報》將它定性為動亂，是激使更多人上街，更多人去北京。去到5月18日學生代表去天安門旁邊的人民大會堂求見，跪在地下，李鵬終於接見，但是態度強硬，結果不歡而散。5月19日已故的趙紫陽和已經退休的溫家寶深夜去到天安門，希望化解這場鬥爭。他跟學生說，說你們不要絕食，我們是不會秋後算帳。言猶在耳，李鵬在當日當天晚上的凌晨時分宣布首都戒嚴，是將中央政府和學生和人民逼往一個無可退讓的悲劇收場。主席，這個訊息很簡單，人民的訴求不是鎮壓可以鎮壓到下來的，強權不是等於有理。你可以拿到一時的維穩，但是你要輸了歷史的評價。到了今日，我們香港人的訴求其實都不是太過跟北京天安門學生相差太遠。我們都是要民主，我們都是反貪腐。我們今天見到特區政府一屆比一屆更貪腐，言論一屆比一屆更壓迫，民主一屆比一屆
更為遙遠。主席，我不主張鬥爭，亦都不主張激烈的行為，但到今日還有什麼可以做？或者建制派的同事，你可以起身告訴我，告訴香港人，到了今日還有什麼可以做？如果你說得出口，我們一定盡量去做；如果說不出口，我希望向你自己的良知負責。多謝主席。